所以我说我回他微信嘛，回他。这个是我的菜，同志们。啊，喝口水冷静一下。这么多年白活。小苍兰不是意思不是说你你们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？好，来看看我们的小苍兰。啊，等一下，你们先说你们想象当中的小苍兰是什么？帅不帅？帅不帅，同志们？哎，等一下。你别的吃的吗？黑皮金发，我的爱了，真的。P 图的时候就是美图秀秀。那个时候我觉得 ，Oh my god， 确实是，确实是我的菜了。哎，哦，是我黑皮金发，我不管，没有我的。哎呀，哎，我躲起来，看到了没有？我确实可以了，是你们，我躲走。让我来闻一下这个女人的味道。这个粉饼为什么有两个色？因为，这个是那种……这哪里看起来像个男的了？油状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用它先抹在你的皮肤上，你皮肤变油油之后，再抹它上。我心灵被洗涤了，同志们。那油皮怎么办？油皮的话，那就交一次是一次。让咱们来回忆一下我们的小苍兰。喝过，后来干嘛？当然喝过了。你问我这个就很像，你问一个河南人有没有喝过胡辣汤。再看看，万一让我大失所望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当上毒丢服毒会怎么样？毒药对我来说可不一定是有毒的。害怕一次装一次，我从来没装过病。星际警察，哎，不错。谢谢玉墨的。号称被囚禁的毒鸠，小苍蓝味的信息素。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为什么我身体这么强壮？我也好想生病，我不想去上学。然后永远我都不生病。到了初中之后，我就是那种救命，他是男的。然后高中好像也是，我从来没有请过一次病假。这哪里像男的了？发烧了，我都没有请假。哎，这个腰想想，这哪里像男的了？是那种之前太害怕了，就是觉得我不能够请假。为什么？夏医生，哎，这个腰是男的，合理吗？这合理吗？我从小就发烧了，这个人设就应该是一个美女啊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正常了。帅女人啊！呸呸呸！现在不会发烧。以前是本是毒枭之子，却天生反骨，投身正义。哎，我想揍他了。我自从吃到了90斤之后。我是那种我很快就长高，很快就瘦。最近有好好吃饭啊，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？他怎么会是男的？食堂的排骨，想吃面。不是说男的不行，但是因为我的观念先设定了，就是他是女的，就是这个身材是个男的合理吗？啊？拿个饮料，就像站反了 CP 的感觉。我